可以试试看，这一罐我们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，跟法国最大的美妆集团共同研发，经过无数次的打样，不管是它里面的成分、香气、使用的瓶器，通通被严选出来，最后打造出法国丝绒玫瑰时光果肤精华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可以用天然安心的成分，同时间里达到时光暂停，而且还可以做到保湿、紧致、提亮的效果。你看看擦完之后，肌肤整个状态非常的好。这一瓶精华里面特别严选两大的独家专利配方。首先，这个配方非常的特别，叫做 Meritage 活肤专利配方，是用三种不同的汉方植物，有白术、柴胡、黄芪这三种，这里面萃取具有有效抗老成分，只要持续一段时间，可以发现到你脸上的细纹，你的紧致度会提升。另外，我们还添加 Google Gel 多感官保湿专利配方，是由多藻糖萃取出来，里面非常多的水分，可以立即在使用这个精华液之后，可以感到嫩弹，还有肌肤的保湿水度都会增加。另外，在天然植萃有机的成分当然一定不能少，法国药剂师玫瑰萃取精华，因为一直都是很好的保湿成分，其实它在舒缓抗老肌肤修护上面的效果是特别显著的，再加上有机芦荟也是让我们的肌肤保水修护的功效，赶快来试看看喽。叮叮，滴滴在手上，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，就像我们所有的保养品都是像香水一样，有调香，使用有前调、中调跟后调不同的香味，仿佛就是做了一场芳疗，看得出来吗？现在使用在我的脸上，只要一滴，然后抹在脸上，轻轻的推开，它的味道真的好好闻哦，而且延展性很好，非常的好吸收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整个都亮起来了呢，而且相当的保湿哦。一直想要打造一支精华液，是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亚洲女性朋友们心目中保养品的功效。这一瓶精华里面，它可以达到抗老、保湿、修护、紧致，还有亮白，试试看哦。